这次的选举，我们一定要当一个聪明的高雄人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高雄乡亲今天听听老市长的话。这三年我离开高雄，大家说你日子过得怎么样，我说十个字吧。他说哪十个字啊，出门靠朋友，回家靠老婆，大概就是我这个生活三年。但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的怀念的我们高雄乡亲，我时常在担忧台湾的未来。聪明的高雄乡亲，记住三点：我们要和平的高雄，要经济发达的高雄，要有明确定位的高雄。我们把一切希望拜托我们下一届的总统当选之后，千万不能南北差异，一定要把国家更多的资源放在我们大高雄，让我们经济起来，教育办好，让我们流落在外面的子弟回到我们的家乡上班，整个把高雄发达起来。我们把一切希望放在总统候选人侯友宜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这几年民进党在中央主政，黑白母国家现在很危险，不然那些少年家，我们的兵役，因为国家可能会有战争，现在本来做兵四个月，现在都要延长一年，对不对？以前台湾真和平真安全，但是现在阿强的飞机准敢特工来，民进党够有法度。后一届总统非常的重要，要有能力转危为安，保护人民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去六合夜市去啊拜票，拄到一担大肠包小肠，我讲哎。少年诶，最近生意好无？伊甲我讲吼，疫情迄阵一成啦，即马恢复差不多五成啦。出咧五成吼，就是无入客，观光客嘛减足济啦。即句话我甲听着，我拢足心酸诶。去年到顶年，战机来到台湾加八成，客机几乎拢无来。我们要的是客机，不是战机。我们要找对和平的好时机，对不对？对。人无入来，物件卖出去，高雄是要哪拼赚大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现象，我深深的感觉，无和平，无一切。丁仁刚啊，台积电教父张忠谋讲一句话：没有国家安全，我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。无国家安全，咱什么拢无。唔来讲过一句话，看到咱以巴战争捡起来，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一直咧拍，一直咧拍，拍你我拍袂煞，连拜登政府最近。把咱台湾、以色列、甲乌克兰列为军事援助，咧变异性侵占国家。你想咧，咱台湾是毋是伫濒临兵凶战的时阵？这场的选举，毋是我一个人的选举，嘛毋是一党一派的选举，这场的选举。是2300万台湾人徛伫命运的青红灯，伫这个十字路口里面，就是咱台湾前途的保卫战。到底你要选择是战争，还要选择是和平？这是上重要的时代，这是上重要的时光。大家讲，蓝白爱徛做伙，大家斗阵拼。我相信，足侪人拢有这个寄望。